Stand Up Play 的综艺有新作品要推出啦！在上周的任天堂的线上直播发表会上 ，Stand Up Play 可是公布了他们最新作品《异域神剑 X》，画面可是超级美丽，宝我也是超级期待的啦！可是这次只在 Wii U 上主机推出哦，不管了，先来看看游戏画面吧。上周任天堂线上直播发表会上公布了《异域神剑》的最新作品《异域神剑 X》，本次将会在 Wii U 主机上独占推出。本作承袭了系列作品的开放式地图玩法，高自由度的玩法也是这次的游戏主打项目。这次时空来到2054年，地球被高科技异星文明攻击摧残，人类决定展开移民计划。在移民的过程中，被异星文明猛烈攻击，在仅存的白金号也被击落至未知的星球。玩家将展开全新的生存冒险，游戏将于4月29日正式发售。目前官网已经公开了3名角色设定，有兴趣的玩家们不妨上官方网站查看看咯。